还剩最后一颗子弹，我不能被感染。爸妈，对不起了。有人在那边，为什么没撤离？想绑我？太胡来了！笨蛋，快！ 这就算特种部队的战士，在不被咬伤的情况下，最多也只能对付三个，而他同时对付30个，不，50个，他到底是谁？只活下来一个吗？谢了。这怎么可能？好弱。 全是由荡型感染者，就像刚被感染一样。弱，弱。世界进化者协作组织肃清者，王哲，编号5369，现已提供情报以及必要协助。啊？虽然谢谢你救了我，但是让我协助你是什么意思？怎么？协助我们不是常识吗？我才是军方吧？华夏军官证，这早就取消不用的证明。 老是警被俘，全市末日初期最弱的游荡型感染者。喂，你突然怎么了？现在几几年日期是多少？2021年11月3日。怎么了？哦，没事。事情大了，我回到了10年前，也就是末世开始，分隔就时代与新时代的那天。就是今天，12个名为毁灭者的外星不明生命体陨落地球不同区域。虽然因为环境不适，很快陷入休眠。 但还是将世界超过50%的人口感染为怪物。不过很快会有一星科技登陆地球，声称若干进化区并投放能使人进化的进化结晶，而我就是得到进化结晶的进化者之一。虽然成为进化者，但我仅是普通的肉体强化，却没获得像其他进化者一样毁天灭地的能力，以至于在对抗苏醒的毁灭者时身死。等等，原来如此，我并非没得到能力，将本应死亡的我带回10年前，就是我的能力。 带着未来的身体，素质重生了。我现在最该做的就是看那边，那片光又变强了。我在北极都没见过这么强烈的极光。没错，就是那个进化区。我没记错的话，全球第一批7个进化区之一，东亚唯一的进化区，马上要在上都市北城区降临了。好美！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看到的话，那该多好。下染上尉，对吗？没错，准确说是。 上都军区上尉，上都国防军事学校大二学生夏染，我叫王哲，上都大学历史系大二学生，学生还是文科生？就刚才那身手，给我看你的学生证。哦，证件在我那辆报废的车里，过来时没拿，果然拿不出来。普通大二生自己开车的非常罕见，开口就让我协助他，而且身上还带着武器。不过现在学生证已经不重要了，你不是学生。 你一定是军方高层，前来执行秘密任务，所以要编造假身份。这可以了吧？别再浪费时间了，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离开这儿。你们开车来的对吧？谢了，先走一步。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的车。夏上尉，接下来我要去北城区，那边非常危险，这附近的感染者已经清除，你按群众的撤退路线前去避难才是明智之选。果然有问题。 一个普通学生去爆发中心的北城区做什么？这家伙搞不好是比我大好几级的长官。不承认，那也没关系。你是平民对吧？我是军方，保护平民是我的义务，所以我需要跟着你。再见。喂，你别走啊！这车怎么开？这种被淘汰的车我已经忘记怎么开了，而且这种军用的构造还有区别，果然是军方高层。 平时都不用自己开车，他看我做什么？为什么他一直盯着我看呀？停车，下车。啊，你不是不会开吗？学会了。原来丁看我是为了学开车，我还以为。抱歉，以刚才的速度，恐怕我们会赶不上。赶上什么？哇，30年老司机都不敢这么开。 这家伙真的是刚学会吗？坐好了，让我带你去看看新的世界。如果当时突围成功，就能来车上补充弹药了。哇，打起精神
北城区受灾严重，越往那边开，路况越差。遵命，长。王同学，不过王同学为什么要去北城区？有家人在那边吗？我没有家人。啊，那个，其实我们一开始的任务就是去北城区调查，只是遇到被感染者包围的群众，才临时变更目标的。那片极光在感染者爆发的俩小时后出现，上级觉得可疑，所以让我们去调查。没错，极光的出现正是净化区即将开启的标志。上一世错过了当时最近的净化区，这一世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到净化结晶。夏冉上尉，现在的时间是 16:50， 这个时候虽然信号没有，但时间还是准的。不妙，没记错的话 ,17 点整净化区开启，届时极光下面方圆10公里范围会形成立场，外面的人将无法进入。便到了。什么？前面是，再往前感染者就太多了，即使能撞开他们也会影响我们的速度。这辆车设有车载机枪对吗？没错。难道你想？好强，挡在前面的感染者一只不落的全部射爆，车头一只都没撞到。夏上尉，最后这段路不要打方向盘，只管把油门踩到底。好。前方是弯道，照我说的做，相信我。亚亚，怎么回事？城市变成沙漠了，赶上了。赶上什么？这是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喂，到底发生了什么啊？注意听，智慧文明保护计划开启，净化区已生成。信息读取地埃及，环境转化率百分比 45%， 生成净化结晶守护者。守护者斯芬克斯。生存提示：洞察神之品性。净化区解放条件：吸收净化结晶。这声音是直接传入每个人的大脑，你也听到了吧？这是未知力量让人类获得净化结晶的试炼场，四周与世隔绝。知道了，离开的方法只有三个：第一，净化结晶的守护者被击败；第二，一定数量的人类进入到净化结晶5米范围内；第三，净化区内存活者达到净化结晶规定数量。没错，三个条件满足任意一个，净化区都将被解放，反之则会一直持续，没人能离开。太好了，这些在上一世只能从经历者口中得知的规则，如今亲耳听到，更有机会得到结晶，成为进化者。全球第一批7个进化区诞生的进化者被称为初始一代，无一不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更是这末世中人类的王牌。开什么玩笑，我管你什么进化区，我老婆孩子还在中心区，我要出去。获得异能进化结晶在哪啊？你倒是说明白啊。你是谁？你这么厉害，倒是把丧尸给我们清出去。客车里面还有人。王哲同学，可以救，但是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明白。左雨晴，你快上啊，你不是乡下来的吗？都是因为你，要不是你带我们上车，根本不会这样。你去给我杀了他。啊，快帮我把他推开，我们从中门逃。给我使劲啊。我先出去，你们撑住。啊，哇，你找他们吧。完了。踹碎公交玻璃，还轻松解决两个感染者，这个人好强，终于得救了。这张脸，我好像在哪见过。谢谢那个，我叫王哲，外面暂时安全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也安全了。王哲，这就是他的名字吗？我是上都军区上尉军官夏冉，有义务保护群众，这里很危险，请你们跟我走吧。好，马上走。等等，我们还有一个人不在这里。不好。赵雅死了。
狮身人面像在动。哇，来了，看来是单个的守护者，而且是最为好战的怪物类。我们要连车一起被他扁了。别慌，现在每人做好拿一本书打开。你要我们都看书？现在，对，来不及解释，照做。 被怪物发现，那一车人死定了，还去救人，装什么装，到最后自己也是死路一条。这是高中历史吧？真是挺怀疑。什么？怪物走了？怎么不杀他们？好了，可以不用看了。怪物真的走了？你也太厉害了吧！放心吧，他一时半会儿不会再袭击我们了。王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攻击我们？ 很简单，你还记得我们刚进进化区时，脑海中出现的生存提示吗？生存提示，洞悉神之品性。嗯，好像是有这句话，不过之后内容太多，导致我都忘了。不错，很显然，神就是指化身守护者的斯芬克斯像。那么关于斯芬克斯，你能想到什么呢？怪物斯芬克斯会给遇到他的人类出一道谜题：什么动物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 而晚上三条腿走路，谜底是人类答不出的人都会被斯芬克斯吃掉。可这能得出什么呢？在故事最后，一位智者猜出了答案：斯芬克斯则羞愧的坠崖而亡。所以神之本性就是尊重且惧怕拥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原来如此，没错。而当前展示自己学识和智慧最直接办法就是看书了。等等，这书是他们的？其实就算我不在，他们也有可能活下来。我想起来了。 怪不得觉得眼熟，原来是他。那个，你是王哲大哥吧？我叫左雨晴，是上都市第二高中的学生。谢谢你救了我们。没什么，话说我也是第二中学毕业的，全球只有几十个的初代进化者之一。左雨晴，拥有暴风皇后的称号，有可以对末日形成的灾厄气候直接干预的变态能力，也是未来华夏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这多元素复合型的能力，让他在某次大灾害后享有了国际上的声誉。 左雨晴的强大无疑是因为得到了最强的地义级进化结晶，而现在我也有了跟他一样的机会。原来是学长，嗯，你们这衣服也终于不再是蓝白破校服了，很好看吗？是是吗？说回正题，既然现在有了对付斯芬克斯的办法，那我们恐怕不行。生存提示只能用于生存。当我们对进化结晶出手时，就不再是为生存了。啊，现在已经天黑了，路灯也没电。 看来我们只能在这相对安全的车里待一晚了。不行，我们要离开这里。这里有血，天一黑，感染者就会再来，而且这里没有食物，没法补充体力。最重要的是，我们恐怕已经被盯上了。被盯上了？从刚才开始，就有不下五个人在各处用望远镜盯着我们，明显是对我们有一些想法。这只是看我们应该没什么吧？如果不只是看呢？你们还记得进化区解除条件吗？ 取得进化区内只剩下进化结晶杀死守护者，或者进化区内只剩下进化结晶规定数量的人类。明白了吧？不必非要击杀守护者，杀死一定数量的人也能完成任务。不要以为他们只是单纯的看，如果你们还没有杀人的觉悟，那最好不要暴露自己。天已经彻底黑了，你俩随我离开这，要知道在末世，人类有时比感染者危险得多。请带我们也一起。啊，当然，存在感太低，差点忘了还有他俩。 晚上的风沙正合适，可以扰乱感染者的听觉判断，这样他们几个会安全很多。王哲，我们现在要去哪？下个路口右转，街道尽头有个小超市，我们就去那。我知道有家距离更近的大超市，下个路口往左走就能找到。我也知道，但不能去那。为什么？何必舍近求远？而且大超市物资也多，大超市里人多，变出的感染者自然也多。而且大超市在商业区。 大多是青壮年变化的感染者，小超市则相反，小超市虽然小，但物资也能支持我们五个人一段时间。重要的是那里的房屋结构，那个小超市是住宅改造，所以有前后两个出口，一旦出事撤离很方便。而且超市前门的一面没有玻璃，只有卷帘门，只要拉上感染者们，就没法用视力发现我们。王哲学长好厉害，不光有武力，能同时对付两个感染者，分析问题也很全面。两个，嘿嘿。 我第一次遇见王哲时，他一个人同时对付三五十只呢。真的吗？搞什么？我说这些是想让你们学习末世生存经验。
怎么给我吹起牛来了？小超市就在这个老街道尽头了，我们快点走吧。等一下，老年感染者虽然比较弱，但老年人却是最容易被感染的。这个街道上连一只感染者都见不到，那只能是……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你们都不要上前。 别藏了，出来吧！王哲，快跑啊！节约子弹，手枪对他没用。战斗的声音可能吸引其他感染者，注意保护自己。变一级，不，还不到。王哲，他在哪？没中，再来。又没中。 再来，一击就足以让车报废的攻击挨上，肯定不过。虽然王哲每次都能躲开，但为什么他一次也没还手？难道这次的对手连王哲都？糟了，王哲周围没其他落脚点了。斩断手臂，原来他根本不需要头，可为什么不早点出手？咦，他怎么突然看起剑来了？ 感染者还没倒下呢，这姿势是聚合、秒杀，这是有什么东西向我身体汇聚？体力有所恢复，力量感觉也变强了，是我进化结晶的效果吗？居然会在这个事情发挥作用，可以帮助肉体强化。照这个速度，一年内我就可以从现在的D级成长到 C 级。王哲大哥，王哲学长。 吓死我了！以为你陷入苦战，结果还是秒杀吗？是啊，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击杀怪物呢？其实也没那么轻松。不过要说原因的话，要看后面那具感染者的尸体。这，你不害怕吗？怕，但没有用。不如早点认识敌人。连军队出身的夏冉都表现出不适，他却能克服这些本能。左雨晴不愧是未来的华夏领导。不用怕，我陪你一起看。学长，夏冉也过来吧。 你们看他表面，这层是什么？骨头，准确的说是外骨骼。这怎么可能？他一天时间连身体结构都改变了，不止改变，还有加强。这硬度类似金属了吧？没错，所以我开始时说手枪子弹没用，同样强行斩击断的反而是我的剑。好在我发现只要避开外骨骼，精准斩击关节部位还是奏效的。原来如此。 这种事要赶紧向总部汇报才行。嗯，不过要等我们活着出去再说，都是因为这个大块头战伤为王，我们一路上才相对太平。现在他一死，相信很快会有大量普通感染者汇集过来。抓紧时间，我们该走了。找到50根蜡烛，目测每根能燃烧一小时。蜡烛是稀缺品，要节约使用，晚餐争取一小时内结束。吃的东西先从保质期短的开始吃。我知道。 像罐头、压缩饼干、能量棒一类，先不要动。这些我在军队里学过。另外，隔壁房间被设计来暂住的有煤气罐，有些罐生火烧菜的活就交给我了。你还做过炊事兵，我也去帮忙吧。夏冉姐说的对，学长应该休息一下，烧菜交给我们就好。嗯，那好吧。坐好了，大家来吃吧。还挺像样的。这味道是？怎么了？ 学长，你不喜欢吗？不，我很喜欢。只是你们放那个了吧？果然是它，在未来这可是比黄金还珍贵的奢侈品，非市交易的硬通货。好吃，太好吃了，是我将近10年没吃过的味道。王哲，你怎么只吃菜，多吃点肉才能补充体力啊？没关系，我爱吃菜。你们也多吃。末日土地减少，人们优先把资源投入碳水和蛋白质的维持。 新鲜蔬菜基本吃不到，想到要靠药片补充维生素的日子就难熬。这不仅一路上保护我们，还假装爱吃菜，把肉留给我们。王哲大哥，你太温柔了，我哭死！啊？为什么夏冉姐在哭？这饭有那么好吃吗？餐具明天收拾吧，不值得再浪费蜡烛了。这里有少量被子，你们拿去用，我就不用了。你们女生挤一挤，我去那边的角落。 王哲，我想你不去那边睡也可以，
我们想问你一些事情。嗯，感染者的事能告诉我们一些吗？还有你为什么那么强？我也想知道。哦，你们说的是这个呀？进化，没错，不管是我还是那个大块头感染者，能那么强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进化。对于感染者，根据进化的不同，可以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游荡级、变异级、恐惧级、灾害级以及灾厄级。其中各等级中还有特殊进化的稀有种存在，游荡级是数量最多的一类，他们是初期没什么变化的感染者，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体型会成长，手以及牙齿会化为野兽一般的尖牙利爪，力量速度也会增强。那个大块头则是游荡级稀有种，沙地中才会出现的地形性稀有种，稀有种的出现会让同等级的感染者因恐惧而回避。这也太可怕了，普通人真的能在末世活下去吗？很难，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什么？你说的好消息是？没错，人类也在进化，包括你们，想必你们多少也感觉得到，普通人在经历这样的一天后早就挺不住了，结晶也在影响我们，所以为了在末世生存，你们需要利用这点。明天我们向进化结晶进发的同时，也要训练你们对抗感染者。我们不要啊，太危险了。哦，好，好的，你们在这里等着。又忽略他俩了，其实本来也没打算让他们去。发现感染者，这只不行，体型太大了，交给我来。嗯，没上次多了，不过也合理。王哲学长好强。前面有两只不太强的游荡者，交给你们了。好。嗯，所以秦他害怕了吗？是我把他们保护太好，导致他太依赖我了吗？不过害怕才正常，他只是个高中生。不行，他未来本应是华夏领导人之一的。雨晴，别害怕，现在是黎明，明暗交替会让感染者不适，战力也会减弱。而且我也在旁边，万一你有危险，我会第一时间帮你。嗯，我会努力去做。学长以后一定能成为领导人类在末日生存的领袖。如果我就此退缩，那未来可能连站在他旁边的资格都没有。来了。不好受吧？我明白你的感觉，这种面对面结束对方生命的感觉，在昨天他们还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你要记住，在末世是不能轻易可怜别人的，更别说是感染者。知道了，天已经亮起来了，我们继续行动吧。我们需要往视野好的高处去，方便观察地面情况。没错，那边的建筑正合适。咦，为什么选这个还在施工的大楼，而不是附近的写字楼？市中心的写字楼可是有大量年轻人的，爆发后会有大量感染者。我们到这里只遇过几只，如果去那恐怕要几百了。呜，还是没习惯末世的思考方式。夏然，看下那个方向。好。嗯，我们待过的公交车被烧毁了，真的有不怀好意的人去找我们了？没找到我们就烧车泄愤，性格够恶劣啊。还好听你的，我们尽早离开了，只是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人，很快就会知道。看那边，这群激进分子已经开始尝试夺结晶了。那光是进化结晶共鸣吗？以前从没出现过。冲啊！老大快看，那怪物石化了，没有动。哈哈，看来是允许我们进入了，真是天助我也。只要拿到进化结晶，以后的世界就是我的了。糟了，结晶要落入恶人之手了。哈哈，进化结晶是我的了。王哲，我们要行动吗？不，再等等。记住我的话，在以生命为赌注的赌局中，不要相信任何侥幸。啊，大哥，怪物竟然有两个。不好，之前那个是假的。哈哈，跑不了了，跟他拼了。那伙人有枪，怪物，尝尝这个。雷管有用，再来。成功了。怎么可能？不死之身，这种怪物怎么打？我们快跑吧，
快跑啊！结界我们不拿了。啊，那样的体型还是不死之身，这种怪物怎么战胜的了？王哲，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你们看，还有人往里去，真是不知死活。等等，那不是昨天救援大巴车的人吗？来啊，大猫！决斗，他想与怪物决斗，匹夫之勇，冲过去就死定了。王哲既然敢去，就肯定不会有事。学长，过去了，他过去了，没死，怎么可能？居然还会召唤，而且速度比机车快，怪物放分身了。没想到他有这么多技能，多亏那人让我们知道这个。不过他这次跑不了，肯定会被追上。哈哈，都不跑了，放弃了吗？等等，不对，学长怎么停下了？那是。全被他砍了。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人？没想到在车上也能用出这招，金字塔发光。是谁？追来了。速度比刚才要快了，这样下去王哲会被追上的。他拿雷管做什么？不知道，反正每次他总能超越我们的判断，不如干脆等着看吧。我已经不想被打脸了。是地铁口。再见了，大猫。呼，学长他总算安全了。雨晴，王哲走时有说跟我们的会合点没有？因为学长走得比较急，不过原地等待总没错的。怎么突然问这个？王哲没事，我也松了口气。不过眼下恐怕要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怎么？我们的位置暴露了，远处有人同样用望远镜在向这边看，看穿着应该是跟那帮机车党一伙的。昨天的公交车大概率也是他们烧的，最关键的是他们手里有枪，是群不法之徒。那他们是想……没错，看到王哲刚才的表现，他们很可能想王哲拉入，帮他们夺进化结晶。考虑到王哲不会同意的情况，那些坏人会第一时间想到绑架我们来威胁王哲。那我们事不宜迟，尽快撤离，甩开他们，以最快速度返回超市。找到昨天公交车那伙人了，你确定？虽然少了两个女人，但错不了，肯定就是他们。好，抛硬币决定谁先去是对的，不然被拍扁的就是我了。要威胁那个拿剑的小子帮我们，才可能会拿到结晶。出发，把那两个女人给我抓来。好，走小路，否则我们很快会被追上。可夏然姐，小路多阴影，可能有很多感染者，管不了那么多了。记住王哲说的，在末世人比感染者危险多了。人呢？怎么不在这边？明明是往这边走的呀。废物，人都能跟丢。他们没车，应该跑不远，给我在附近找找。他们要开始搜索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可我们去哪？这巷子中段有条窄道很隐蔽，我们藏到那。嗯，不是我，在那，找到他们了。太不对劲了，那个守护者突然就变强了，这种难度根本不像初期的进化区。按上一世级别划分，相比让普通人也能生存的 D 级和让普通人处于危险的 C 级，它可能超过让进化者陷入危险的 B 级，可能是让进化者团队有团灭风险的 A 级。在这种进化区内，左雨晴是怎么拿到进化结晶的？等等，问题可能不在左雨晴，而在我。那双诡异的双眸，以及我血色结晶的反应。依靠吸收被杀死感染者力量的结晶，让我被当做了感染者。进化区的目的是让人类获得对抗感染者的异能，所以有针对人类和感染者两个不同的守护者。那个盯着我
同时也是给斯芬克斯强化的家伙，就是第二个守护者，他就在金字塔里。明白了，先找路出去，之后再想对策吧。嗯，刚注意到这里还有宫殿，这里还有大批感染者，愣着干嘛？下车抓人，上啊，抓住那两个女人。我是上都军区上尉夏染，奉命执行公务，有权击毙不法者，现命令你们停止追击，否则后果自负。军区的人又怎样？如今这世道，这名头能吓倒我们这群越狱犯。我们眼里，你俩只是漂亮的女人，火力掩护，抓住他们，与情回避。上啊，夏然姐，这边没路，他们没子弹了，给我上，我要折磨死这两个婊子。嘿嘿，什么声音？引擎声，后面人骑车过来了。不对，是上面。啊，前面出什么事了？是他，那个硬刚怪物的人。学长，他们要抓你。王者小心，他们有枪。你什么人？找我做什么？我现在是北城区的老大，你身手不错，我很欣赏你，给你个机会乖乖跟我合作，不然别怪我手上的枪不长眼。哦，跟你合作，你配吗？你说什么？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人的存在，灾难之后的人类才迟迟无法团结。你这样的害群之马就不该存在在这个世上。害群之马，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现在的世道只有我们恶人才能活下来，越是乱世，恶人的危害就越大，而人类以后的危机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度过，留你们存在只会导致人类灭亡。眼睛是红的，他被感染了。别废话，先开枪。人呢？扫射，给我无差别扫射，死吧，去死，去死！妈的，这么下去我们会被他杀光，感觉学长又变强了。你们给我当人质吧。糟了，王哲距离太远，赶不过来。你们以为我只会砍，居然没被一枪击毙。难道是你命不该绝？可我有什么理由放过你呢？我有个提议，我来掷硬币，让老天决定我的生死，怎么样？哦，有意思。好，币，把币给我。我要币，下次一定。学长，王哲，你们没受伤吧？我们没事，只是子弹打光了。嗯，从他们那里补充弹药后，我们就回去。不过要快，感染者们马上就要适应白天的光线了。原来那时候的声响是感染者弄出来的。准备回城，王哲，这个犯罪组织的其他人还在附近街区，我们直接回去。还是，我从地铁出来时，同时也引出了那里的感染者。习惯地下照明的感染者，估计已经跟他们遭遇了。妈的，其他人怎么还不回来？我去，为什么这儿有感染者？啊，终于回来了。嗯，行动受到波折，所以回来的晚了些。这些枪是？哦，没什么。与一伙人发生了点小摩擦，小摩擦，小妈，这些应该是监狱和警局的配枪，同事们估计已经，幸好解决了这些土匪，不然城区内的平民不知道要遭多少苦。明明还有感染者的危机，正因如此，才需要将这些不法分子肃清，否则带来的危害很可能远超想象。嗯，肃清，世界进化者协作组织肃清者，王哲，编号5379。现已完成紧急救援，请你提供情报以及必要协助。第一次见面时，他称自己为肃清者，这之间的关系，现在的我们已经足够认识到这点了。学长，还是说说你那边的情况吧。嗯，我这边其实有不小的进展。直观上讲，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守护者斯芬克斯，除体型巨大外，最恐怖的是还拥有不死之身。是的，不过我们不必只把焦点放在他身上，还有另一座狮身人面像和一旁的金字塔。嗯，拿进化结晶要去金字塔，可还是要摆脱斯芬克斯才行。那这个呢？狮身人面像，他不是假身吗？嗯，好像是有些不对劲。那帮土匪
最先跟斯芬克斯交的手，甚至用雷管去炸他，而且有效果，他受伤了。那从何时起攻击变得无效了呢？是化作散沙的狮身人面像重新成型后。是的，问题就出在这，他才是本体。不对啊，他可是化作散沙过。那如果把他们看作容器呢？就像饮料罐一样，他真正的生命就像罐里的饮料一样，是可以倒进另一个容器。当然前提是容器要完整，这就是狮身人面像一定要先复原的原因。竟然还能这样，也就是说要对付斯芬克斯，那就要连狮身人面像一同破坏。没错，而一考虑到他有修复的能力，破坏他俩的时间不能间隔太长。这也太难了。而且那个金字塔还能给强化。对啊，可以去炸金字塔，让他没法给强化。千万不要。啊，喂，为什么？里面有比斯芬克斯还要可怕的怪物。什么？还有怪物？还有更厉害的怪物。不过他应该不会主动招惹你们，除非时间结束还没有人拿到进化水晶。到时候他会出来跟斯芬克斯一起对进化区屠杀，直至剩余符合要求的人数为止。他们或许不知道，但根据我上一世的记忆，这个进化区的进化结晶名额只有三个，这就意味着。求你了，一定要拿到那个水晶啊。你们。谁也不愿意让屠杀发生。而且我也有了一个计划，只是单靠我一个人。喂，王者你什么意思啊？我不算战力吗？区区守护者根本不会怕的。大概吧。是呀，也算我一个。我学习如何战斗就是为了能帮上学长和夏然姐的忙。就是你也太见外了，没你的保护我们也活不到现在。所以只要你开口，我们一定会守的。明白了，那就请你们协助我，我们一起夺取进化水晶。好，解放进化区，所有人一起出去。吃饭时间到了。计划讲完，我们三天后夺取水晶，在此之前都是我们的准备时间。对付那伙人的时候试验了水晶放能的效果，我的异能原本只是身体强化，但是重生后似乎发生了变化，杀死感染者后能够获得他们的力量，从而凝聚出体内的血色结晶。血色结晶就像我体内的力量电池，狩猎感染者则是充能，而一旦有需要，我就可以消耗血色结晶大幅强化自身，甚至将其引爆进行超强化。之前面对那些恶徒，我只是稍微消耗了一下血色结晶就可以将其轻松解决，但是面对斯芬克斯那种程度的力量是不够的，我需要更强的血色结晶，这样才能与那个怪物抗衡。要在三天内再度把能量充满。吃饱了，我先出门去杀感染者了，你们可以等下午再行动。学长，我也去，要尽快找到那东西才行。喂，你们等等我啊，吃蔬菜沙拉咯，这些菜再不吃就坏了。人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怎么，这么看我有事吗？就是想知道你的身份，你知道的东西比我们多太多了。算了，无论你的身份为何，在这样的世界都已经不重要了。我只要相信我认识的你就够了。不过其他事情可以不告诉我，承诺还是要遵守的。承诺？所有人一起走出去。当然。动作快，在感染者适应白天前一定要回去。没问题的，领队。自从那伙机车土匪消失后，我们效率高了很多，这已经是最后一波了，马上搬完。好。一个人？不是那伙匪徒啊，敢这么大摇大摆的，真不知死活。是他，走，去高处看看。啊，那物资怎么办？还用这招？这不浪费炸药吗？太浪费了，这根本不行啊。不对，他的真实目的是，他的目标是狮身人面像。是陷阱。容器破损，生命外漏了。还有大概20秒。你在看哪呢？
15秒。10秒。位置不好，刺不透。5秒。3秒。1秒。赢了。不好。刚才的动静是金字塔活动了吗？找到列车了，被弹开了，狮身人面像也恢复了。又是金字塔里面那怪物。既然如此，要决斗了。可是怪物现在是不死之身啊。雨晴，就是现在。雨晴，就是现在。炸掉目标了，很愤怒对吧？狮身人面相一直处于破损状态，让你无法切换真身所在的位置了吧？赢了，只要把你的真身固定在眼前，迟早能杀死你。你是这么想的吧？擅长谜语的斯芬克斯，你觉得这是我的谜底吗？明明他的真身都已经伤到那种程度了，怪物真的杀不死的吗？果然在金字塔的加成下异常顽强，这样也好。完整的见证下属于人类的智慧吧，斯芬克斯。给你个提示，我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杀掉你，而是把你引到这里啊，斯芬克斯。Tick, tock, boom, 这就是凝结了人类近百年来科学智慧的钢铁文明之力。这么多天的准备作战大成功。不好了，地铁站打开。困在里面的感染者也冲出来了。冲出来吧，感染者，正合我意。雨晴上车，我们按计划行动。明白，目标，进化结晶。那双眼睛果然没有出现，我的推测是正确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进化区是特殊的，同时存在两个，守关者。守关者斯芬克斯针对的是活人，所有人都会被他攻击杀死。第二个守关者藏在金字塔内，从未露面。我猜测他的能力是针对感染者。我的血色结晶能吸取感染者的力量，于是我被判定为感染者，被他注视到了。现在他的目光在那些感染者身上，无力阻止我拿进化结晶。不好，虽然避开了第二个守关者的注视，但是感染者追上来了。只凭这些还是拦不住我的。好，马上就要到了。这里为什么有个门？那是。是第二个守关者。不好，血色结晶的力量被压制了。身体像千斤重担一样。不行，我必须拿到进化结晶，为了所有人。不好，拿剑的快爬呀！丧尸们不再打怪物，他们也冲上金字塔了。金字塔在干什么？爬上来的丧尸没有攻击，全都进到那个门里去。他们被难道他们都被消化了？第二个守关者，他要吸收力量冲出金字塔。这个洞口，我想进去。北城区出现地震反应，北城中心出现巨大光柱。第五小队报告感染者出现异动，请求撤离。不许撤离，所有人员坚守岗位。上都军区上校宋毅。可是，没有可是。浩劫面前，我们不能退缩，一定要弄清这些事的真相。这是全球出现的7个迷之区域中第一个出现异动的，不能错过这关系人类命运的机会。这是哪儿？已经出来了。进化区解除，我们平安回来了。王哲，看来你没事。我记得你好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了。已经没事了，多亏你们帮我。都是一个小队，应该的啦。对了，雨晴呢？那边，他看起来很痛苦。他发烧了，是获得异能后的一种反应。为什么我们没事？雨晴会好起来吧？每个人体质不同，等他身体适应后就会没事的。这就是强大异能的副作用吗？
不过说起来，王者你得到的异能是什么呢？哦，我得到了名为灵魂冲击的能力。啊，灵魂冲击，一种对精神产生影响的异能，抽取能力过于特殊，不好提前暴露，哪怕是同伴，过于抽象啊，能展示吗？那我演示下。好，来吧。哎，人呢？在这。哎，又没了。就是这样。 这不是瞬间移动吗？好厉害啊！不过实际上是影响你精神的结果，只是在目标视角看起来像瞬移而已。嗯，原来如此。不过异能的其他效果和细节还不清楚。该走了，这里很不安全。想不到顶级进化区消失后的二次灾难会被我们碰上。二次灾难，进化结晶消失后，能量还有所残留，能量会吸引感染者赶来，同时他们也会发生暴走。这样的话。 雨晴的那两个同学岂不是？感染者们主要奔着残留能量来的，他俩离这很远，不会太大危险。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带上雨晴，赶紧撤离。明白了，我来背他吧。扶起来了，是我啦。我的异能是控制重力。什么？控制重力绝对是第几异能？虽然还不知道具体能到哪一步，但从未如此美妙的开局。怎么，王哲，我们往哪边走？啊，考虑雨晴的情况。 我们需要往有医疗条件的军区走，也就是南边。不过前往南边的路途感染者较多，不要紧，雨晴的情况比较重要，我们错位突起。好，我们走吧。不对啊，感染者好像都疯了，别废话，快跑啊！往另一边跑，快！不行了，感染者太多了，这边也有。啊，完了。 好不容易熬到区域解除，结果要死在这里吗？妈的，射击对他无效啊！第十小队遭遇特殊个体，我们要撑不住啊！增援，请求增援，增援马上就到，请说出变异个体特征。啊，来五个最能打的和我一起增援前线，其余人留守。上校，您要亲自去吗？可是前线很危险，少给我婆妈，为了大局谁都能牺牲，我也不例外。 上车，我们走。救命！我还不想死啊！对不起了，没有领导大家活着出去。爆炸！快看，有个人影。是他。哎，快起来，我们有救了。害怕了，感染者也会害怕。他要出手了。什么？人呢？ 在后面，这招还不错，砍不会动的靶子确实快了不少。喂，拿剑的，拿剑的，可以叫我的名字，王哲，拿剑的你太厉害了，我们被你救两次了，我名字叫，请带上我们一起撤退。没有你这么强的人，我们根本活不下来啊。嗯，我没意见，不过还需要跟我同伴说一下。还有同伴，不好，又一波感染者过来了。 天上掉汽车了，会飞的人，王哲这边的通道已被我堵上，感染者暂时过不来了。他就是拿剑的同伴，这人居然有超能力，搞不好他比拿剑的还要厉害。呀，嘿嘿，没控制好摔跤了。雨晴没事吧？没有，也许没那么厉害。后撤，他们进化了，不要硬拼。 能主动挡子弹，身手也变敏捷了。妈的，这样下去我们连跑都跑不掉。终于见到军方了，能站起来吗？可以，一击杀死感染者，这家伙太可怕了。小心，他们还在向这边冲。王哲，快闪开，快走啊！ 油罐车，我在这里，会超能力的人，而且还有坐骑，给我照看好雨晴，他可是在发高烧，不是坐骑，是同伴吗？明白，所以我给他付了毛巾，不是那意思吗？哎，你们是，对了，宋义上校也来了吧？他在哪？你认识宋上校？他引着一个特殊感染者往那个方向去了。
特殊感染者就是他嘛，看上去不像普通变异级那么简单。虽然这时候宋教官身体得到了强化，但面对那种感染者还是太勉强了。夏然，这里交给你了。明白。进来吧，混蛋。终于见到你小子真面目了。辛苦。不行，力道不够。妈的，仅被拳风擦到就。哎呀。身体动不了了。可恶，这就是人类与感染者的差距吗？我只能眼睁睁认输了吗？总算是找到了，看来一切还不晚。那是，宋毅，我最初的教官。别怕，我来救你了。我还活着吗？小子，坚持住。报告教官，我实在跑不动了。王哲，就这点能耐，还想成为进化者？给我继续跑，我残废了，进不了进化区小队了。今后人类的未来就靠你了。教官，感染者突袭，紧急撤离。紧急撤离？撤离的名额有限，我这个残废就不凑热闹。小子，给我好好活着。不不，上都市基地被感染者彻底摧毁，宋毅教官独臂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教官就是在现在这场战斗中残废的，如果他没有失去那只手，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现在我就有可能改变这一切。门口的人快走，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谢谢提醒，教官。不过，我已经不需要逃了。教官，这次换我来救你了。居然能瞬间杀死那种怪物，这力量和速度已经完全超出人类的范畴了。你也是身体发生变异的人？身体变异吗？这种说法也不算错。不过，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被称为进化者。谢谢你刚刚的帮助。请问你是？王哲，你就是宋上校吧？你的手臂还好吗？骨头没断，只是受了点小伤而已。包扎一下就没事了。那就好。宋上校，这次进入上都市的是你的部队吗？不错，正是我的部队。本来我们想要调查之前被光幕封闭的特殊禁区，不过那里恐怕已经没有幸存者了。不，那里仍有幸存者，甚至他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幸存者的事暂且不说，其实这次我来是想通知军方暂时不要在室内建立基地。什么？为什么？上都市内的感染者进化程度很高，而且因为人口基数的原因更容易特殊个体。你是说那样的怪物不止一个，而且会越来越多？没错，未来的上都市基地正是毁灭于一个感染者的特殊个体上。虽然现在我还没找到他，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的他也正在进化之中。明白了，我这就向总部汇报。喂，总部吗？嗯，他人呢？这里是总部。宋毅上校还在吗？在。总部吗？我这里有一条从特殊渠道得到的消息。这样一来，上都市应该不会再兴建大型人类基地了。左雨晴平安无事，夏染的异能厉害的吓人，宋毅教官也不会再残疾了。目标超额完成，我这时候该走了。再见了，上都市。半个月之后，东昌市郊外。李强，太冷了，开空调吧，万一生病了就麻烦了。不行，油不多了，开了空调耗得更快，万一车抛锚我们就麻烦了。我们可以去加油站啊，你看指示牌就在前面不远。还去加油站？加油站里都是感染者，你不要命了？可是高速上的车越来越少了，如果不加油，下一次我们未必能找到能用的车了。那我们就试一试，加油站里如果有超过两个以上的感染者，我们立即就走。营业中，里面有人？荒郊野外的哪还有人？搞不好是感染者。你在这给我盯着，我去外面加油，有什么不对立即告诉我。好。挺安静的，没有感染者的影子，是我想多了吗？啊，该死的，有感染者。李强快回来，我和你拼了。完了，得救了。你是人是鬼？没看见营业中吗？
看是看见了，但谁能想到真有人。你是代理店长王哲，欢迎光临。把尸体烧了，火光不会将那些东西引过来吗？可能会，但火焰只能将几百米内的感染者引来，如果不处理尸体，不出一个小时，几公里内的感染者都会循着血腥味闯过来。原来是这样的，那还是烧了好。我叫李强，这是我妻子刘小燕，我们开车回老家，半路没油了，以为这里没活人就贸然进来了，抱歉啊。没关系，你们也是我开店以来遇到的第一对活人。小兄弟，刚才谢谢你救了我，我车上有不少生活物资，你随便挑，总不能让你白救，我这什么都不缺。不过不知道李大哥一路开来有没有各地最新的消息。哈哈，小兄弟可算问对人了，我们这一路已经去过七八个城市，连军方的人都要向我们打探情报，你想问什么我一定知无不言。军方？李大哥，你都见过哪里的军方，实力怎么样？这可就多了，大苏市、东湖市都有，不过要说最厉害的还要数上都市。上都？对啊，兄弟你是不知道，现在的上都市可厉害，不仅把城市周围的感染者全消灭了，连电力、供水都恢复，周围的人全往那里跑呢，而且我还在那里见到过超能力者。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天上到处飘着车，像雨点似的往下砸，那应该是夏染的重力操控吧。看来他的异能比我走的时候又进步了不少。不过说起来也奇怪，上都市的军方这么强大，却没有像其他城市一样攻打市区，而是把幸存者全部分散在了郊区。而且那边的天气也很奇怪，有时候上午阳光万里，下午就打雷闪电，甚至还会东边晴西边雨。看来左雨晴平安无事，军方也很重视宋义的情报，没去收复市区，我也可以彻底放心了。谢谢李大哥的情报。现在外边感染者那么多，你们这次遇到我还能侥幸活命，下一次遇险该怎么办？实不相瞒，要不是为了回老家找孩子，我们也不会这样以身犯险。原来如此，可怜天下父母心，特别是这东昌市附近可真的太危险，我这都死里逃生第二次了。第二次？那上一次是在哪里？不远，就是在上一个加油站，算算也就十多公里吧。本来我们是想在上一个加油站加油的，没想到刚下车就听到感染者的嘶吼，随后加油站的玻璃就碎了，幸亏我马上开车就跑了，不然有可能直接交代在那里了。上一个加油站吗？我明白了。李大哥，天色晚了，要不今晚你们就在我这边过夜吧。过了，油加满了，我们就该出发了，早一天回去才有机会早天找到孩子。李大哥保重。上一个加油站呢？十多公里对感染者来说也就是一夜的功夫，距离进化区降临还有三天，看来我也需要提前去解决一下。罢了，来都来了，好浓的血腥味，以这个血腥味的程度加上感染者危机爆发距今的时间判断，这个小小的加油站居然死了几十个人，难道是巢穴类型的稀有种感染者不在巢穴里，还是说正在沉睡中？嗯，这门上怎么会有向外的破洞？是感染者要冲出去猎杀人类，还是说这里面有连感染者都畏惧的什么东西？这个可怜的稀有种毫无还手之力，王哲也似乎不拖泥带水，对着这个还没变异的倒霉蛋上去就是一顿乱砍。这个丧尸还算上有点脑子的，打不过就打算溜溜球，哼，想逃没那么容易。好吧，这家伙把背后交给了敌人，该下场领盒饭了。他已经很不错了，至少拖住了王哲不少时间，解决掉一个。但这里更恐怖的气息，王哲直接暴力的一脚踹开眼前的大门。是在这个仓库里，忽然王哲好像注意到了什么，只见四周到处都是尸体的中心，蹲坐着一个小女孩，居然是个小女孩。是她杀了这么多感染者，怎么办？是放着不管还是尝试接触？不管她是不是进化者，我都不能弃之不顾，毕竟她只是个孩子。于是王哲向着小女孩走了过去。小朋友你好，我是隔壁加油站便利店代理店长王哲，你能听懂我说话吗？小女孩全然没有任何反应，仿佛活生生的人偶一般。你身上的衣服被血弄脏了吧？还有那个小熊，要不要跟我离开这里，把他们洗干净？外面天已经黑了，你一个人待在这里很危险，我们去安全的地方怎么样？自我封闭行吗？好胜心、卫生意识和危机感三个方面都无法打动他，看来想要和他交流只能用那个话题了。唉，孩子，你的父母呢？
一听到这话，小女孩立马有反应了。爸爸妈妈在里面睡着了，抱歉吵到你了。刚刚你可能没听见，我叫王哲。我听到了。听见了，为什么不回答我？我以为你会离开，就像之前的人们一样。放心，我不是他们，跟我走吧，这里很危险。不要离开，去了外面我也是怪物。他们都这么说。听着，你不是怪物，而是一名进化者。进化者，没错。不要听那些胆小的人怎么议论你，只需要看着我就好了，因为我是你的同胞。你和我一样。不错，我也是进化者。你叫什么名字？唐小爱。听着，唐小爱，为了活下去跟我走吧。嗯，好的。就这样，王哲与小萝莉组队了。爸爸妈妈就在里面。好，你留在这里，我进去喊醒他们。王哲看见的是早已死去的女孩父母，两人的致命伤看起来并非感染者所为，反而像是人为造成。虽然不知道这座加油站具体发生过什么，但恐怕这对夫妻是为了保护年幼却身为进化者的女儿。嗯，唐氏集团在感染者危机爆发之后，唐氏制药得到了世界进化者协作组织的巨额资金，成为了国际巨头之一。没想到他的创始人国内知名生物学家唐应泉教授居然死在了东昌市这不起眼的小加油站。可怜的孩子原本是唐氏集团的小公主，现在却不得不面对失去双亲的悲痛。很遗憾，你的爸爸妈妈再也不会醒过来了。爸爸妈妈都怪我，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不对，我们确实和普通人不同，但你的父母并非因你而死，而是死于他人之手。身为进化者，我们要不断变强，用强大的力量保护自己在意的人。这样的话，总有一天。这时的唐小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伤痛，一把扑到王哲的怀中放声大哭。别哭了，我们一起让他们入土为安好吗？好。很快天就黑了下来，王哲正在埋葬唐小爱的父母。忽然王哲好像回忆起了什么，这是上一世的记忆。由于记忆太过沉重与悲伤，王哲感到浑身不适，只得暂时停下手中的动作，体力不支地跪坐在地面上。曾经我也是这样，亲手为牺牲的兄弟们挖坑，让他们入土为安。哎呀，王哲，你没事吧？抱歉，想起了一些过去的往事，吓到你了吧？过去，嗯，没想到过去的阴影居然会以这种形式爆发。不过我已经没事了，在这个新世界，一切都有重来的可能。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我会变得更强。两人来到了一所超市休整，经过昨晚的痛哭，发现这孩子终于放下戒备，愿意信任我。但是东昌区预计在这个月内就会出现进化区。在上一世，东昌区进化区并非人类所解放的进化结晶，最终也落入了感染者之手。更诡异的是，虽然东昌区的幸存者数量众多，但没有一个人提供出守护者的情报。看来接下来的这个进化区并不简单，在这种时候，如果和刚刚取得的唐小爱分开，恐怕他又会陷入自闭。但是带着一个未成年人进入进化区多少有点危险，毕竟还是小女孩，这时候还是吃得很香。或许我应该将选择的权利交给当事人自己。于是王哲就向唐小爱告知了他接下来的打算。没想到小女孩很是果断地回答道，我要去，可是连我都不知道进化区里会发生什么，或许会很危险。你真的决定吗？嗯，我不想再一个人了。我知道了，正常情况下我对身边的人的要求是听从我的命令，但你不是我的队员，所以我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进化区内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以你自己为主，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见死不救。见死不救？可如果那个人是你呢？我也不例外，我不会向你求救，也不想要你救我。我再说一遍，我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活下去。嗯，我知道了。那就好，准备一下，今晚我们进市区。进化区很快就要降临，